身第三考，潮汐炼体。看来我们第三考的内容又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是双倍潮汐炼体。可是潮汐炼体究竟什么意思啊？谢谢前辈，跟我来。这里就是你们第三考的地方，名叫怒浪绝境，乃是海神岛的奇景之一，也是大海中少有的海魂兽绝迹之地。好可怕，这山谷都能被冲击成这样，要换作是人早就没了。前辈，那我们的任务究竟是？这武魂是海神，八个万年魂环，一个十万年魂环，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？难道是海神大人的奖励？凭借一己之力与大自然抗衡，还占据了绝对的上风。这是深海沉银，每一根柱子直径约1米，高约50米。同体积的深海沉银比黄金还要重上几倍，这7根巨柱每一根恐怕都有数十万斤以上，而波塞西前辈竟能如此轻松将它们同时升起来。所谓潮汐炼体，就是在沉银柱上承受着怒浪绝境中海浪的冲击。黑金五考者每天需要在沉银柱上坚持3个时辰，六考者为4个时辰，七考者5个时辰，九考者为10个时辰。考核初期你们可以缩短一些时间，但一年平均下来在沉银柱的时间必须是我刚才说的这些，否则就是考核失败。都怪你的乌鸦嘴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你们进行考核，有谁坚持不住可以开口求救。那现在就开始吧，大家不要勉强，麻烦你了，前辈。冲击似乎没想象中那么强烈，我感觉我的身体完全可以承受。你们呢？我承受得住，小五看着也没事，我也可以，只是缺氧的感觉很不好受。难道这第三考比前两考还要简单不成？没那么简单，一波海浪的冲击虽然不是很强，但我们要面对的是永不停息的冲击海浪。
宝转出有琉璃。怎么会？我的九宝琉璃塔竟然无法使用。我的双手被固定住了，也无法制造香肠。第一合技白虎护身杖。我的辅助魂器也无法使用。我也是。看来这第三考之中，所有辅助型的魂技全部失效了。我们只能硬顶了。无穷无尽的海浪，就是铸造锤的打击，这该多么痛苦啊！